叫哈嘎湾。哈嘎湾，哈嘎湾呢就叫哈嘎湾，它是我生长的部落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生长的部落有山有水，是真的很漂亮的，是这里没有的。我没有要比较说，我的那个地方还不错，我就把它写一首歌。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嘛，就是会有一个什么，我们那个复兴区很喜欢放那个我们复兴区本地人的那个家乡歌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也想写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部落的歌。我是希望说，如果得听，就是说，到处讲啦，就是你们是去部落的时候，我说，我有一首歌叫《哈嘎湾》哦，就跟里长，就是可能部落的主要放那个喇叭的嘛，我就可能会希望他说，可不可以放一下这首歌，不错，因为它很简单，
就只讲了一句话，我部落很干净，很纯洁，所以才我。对，啊，你都不笑。啊，好，那我乱讲。对对对，就写这首歌，这有一点点小小小小的，就是特地的、有目的性的写这首歌给我的部落，叫做哈嘎湾。然后我的部落叫做哈嘎湾，它是复兴区的。大家去过拉拉山吗？拉拉山神木区在这边嘛，它对面那边哈，对面不是说这个的对面，是隔了一座，隔了好几座山呐、啊。哦，会看到会看到一个部落，那个部落就叫哈嘎湾。对，然后我常常在，因为哈嘎湾上，我的部落呢，我常常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我爸爸的茶园，因为我爸爸的茶园看一看到对面的部落，我忘记是哪里了，然后就在那边，可能会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会看日出，那边是非常美，非常没有电线杆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哦，没有线哦，就你跟山，你跟空气，你跟你所处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觉得那是最美的地方。所以我就把美丽然后写在这首歌里面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，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，我一开始是弹着吉他的，所以我现在没有拿吉他的时候，我的手这样、看一下小抄，哎、对，好，就会想要弹一下东西。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拿着一把吉他，然后到处的跑唱唱。我也唱过五点，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然后也蛮怀念的。可是因为现在的形式的不一样，那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。那刚刚就是我们的乐手老师，希望大家能够享受然后今天的演出，因为非常的精彩。后面，好，那我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歌。